中方呢，这个在ITER以后，ITER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后 ，SKA 是我们的第二个合作的项目。中方组织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科研机构，跟 SKA 的组织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。我们希望这个项目，在探索宇宙、探索这个前沿科学问题上。 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，借此机会，中方的科学家也和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合作，一起来为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科学探索做出自己的贡献。